遵堂咏，常住的计划永恒不变，他心中的谋略万世长存，为使他子民的性命脱免死亡，使他们在饥馑时生活如常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是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五。咁传统上呢，就係如果冇其他嘅节日呢，教会都喺呢日呢特别会纪念呢一个耶稣圣心。耶稣圣心亦都係为世界嘅补赎，世界嘅所有嘅罪人啦，所有嘅对真理嘅偏差，未认识福音嘅种种嘅情况呢，我哋特别呢係同耶稣一起呢去献上我哋嘅祈求，我哋嘅牺牲。在这个斋戒的日子呢，也都祈求天主呢，特别是怜悯在当中今时今日我们所 经历到的黑暗呢、邪恶呢、不公义。我们去到上主的台前，和耶稣的牺牲联合在一起，将我们的错误呢，又再一次是承认我们的错误，承认我们的罪，祈求天主的宽恕，我们生活所遇到的不方便、不快乐、邪恶痛苦，亦都是交托在耶稣作为一个补赎 的接纳的奉上，祈求天主可以更新整个世界的面貌，让我们准备进入弥撒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敬爱你钟爱之子的圣心，怀念他对我们的伟大爱情，求你使我们从这天恩的泉源里吸取丰富的圣宠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纳鸿先知书。看那传播福音宣布和平者的脚已站在山上，犹大举行你的庆节，偿还你的誓愿吧，因为那恶者不会再由你中间经过，他已全然消灭，因为上主要恢复雅各伯的葡萄园，也要恢复以色列的葡萄园，因为劫掠者抢掠了他们，且破坏了他们的葡萄园。祸灾，血债的城，满城欺诈，处处劫掠，抢夺不息。听啊，皮鞭收收，车轮隆隆，战马奔驰，战车疾驶，骑士跃马，刀剑仿亮，枪矛闪耀，被杀者众，死者成堆，尸体无边，人人被尸体绊倒。我要将愤力抛在你身上，侮辱你，使你成为尴尬。凡看见你的必逃避你，说你地未终于毁灭了，谁会向他表同情？我从哪里能找到安慰他的人呢？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。受敌灭亡的日子确已临近，给他们预定的命运就要来到。因为上主要维护自己的人民，怜恤自己的仆人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。现在你们应认清，只有我是那一位，
除我以外 没有别的神。我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我击伤人，也加以治疗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。我一磨亮我的刀剑，我一掌握裁判权，必向我的敌人说恨，对恨我的人报复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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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共读圣马窦福音，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：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，为他有什么益处？或者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？因为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，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中，就有些人未尝到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。上主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今日头先讲过咧，我哋特别敬礼呢个耶稣圣心，耶稣彰显咗佢嘅心，耶稣彰显嘅心亦都代表彰显咗阿爸父嘅心，系一团浓浓嘅热火，系一团浓浓嘅热火，就如喺十字架上临死之前，佢话我渴求佢所有嘅仔女嘅灵魂，渴求佢哋会甘心情愿去选择天主烙印咗佢哋心中原本佢哋嘅方向，人嘅方向系爱嘅方向，爱嘅方向，自由释放，被爱同埋施予爱，一个能够真系祝福人，圣化人嘅爱嘅方向。呢个系我哋每个人内心，天主创造我哋嘅时候已经印咗喺书，我哋最深最深嘅渴求就系经历到无条件嘅爱，施予无条件嘅爱。但系人心好复杂啊，人心好复杂，令到我哋以为我哋需要其他嘢，令到我哋自己以为需要其他嘢，需要捉实好多留唔住，拥有唔到，但系反而奴役我哋嘅世界嘅事物。短暂的东西，偏邪的东西，肮脏的东西，罪过的东西，或者一些美好的，但是只不过是受造物。所以我们有时想拥有很多漂亮的好东西，但是变成了错误扭曲的方法。错误扭曲的方法令到我们不能自拔。执迷不悔的位置，这个就是耶稣带在耶稣身上最大的痛苦。耶稣身上最大的扭曲就是他有无尽的爱想倾泻，但是他所爱的人不肯要，甚至不敢要。在他彰显给这个耶稣圣心的使者
圣 Margaret Mary Alacoque 嘅时候咧，佢话最戳痛我嘅系乜嘢？就系我有无边无际嘅爱嘅宽恕嘅慈悲，但系佢所爱嘅人咧唔敢要，话自己唔堪当，唔愿意接受，令到谷住喺佢内心度焚烧，喺佢内心度焚烧。今日福音亦都系另外一个方法咧，耶稣俾我哋嘅邀请。他想我们做他的门徒，跟他一起行。门徒就是捉实个师傅一起行，他去到哪我们去到哪，他怎样做我们怎样做，他怎样讲我们怎样讲。熟知不单止他的说话知识，但更重要是明白他的心意，明白他的心意。他说你们要跟随我仿效我，就是你们弃绝自己跟随我，好像很苛刻一样，弃绝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。但是因为他都是这样，他弃绝了自己。他说人子来不是做他自己做想做的事，他是看着圣父阿巴父，做他说要做的事，讲他说要讲的事。如果这个阿巴父是邪恶的呢，这个是奴役来的，这个是没有很没人性的，这个抹杀了他的自由的。如果阿巴父是邪恶的，但如果阿巴父是美善的呢，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呢，咁呢个就系非常好嘅嘢，因为佢嘅旨意其实就系、是为佢个爱子最好，系个主意就系、是最肯定咗佢嘅原本嘅身份，佢要讲嘅嘢就系最释放人、最光荣每一个佢所创造嘅生物嘅，咁所以耶稣嗰呢个服从咧，并唔系本身系一个奴役，并唔系抹杀咗佢自我。反而是满全了他的自我。同样都是有时我们会看圣经说背了十字架跟随好像很苛刻一样，好像很灭绝了我们的自我一样。如果天主是邪恶的，如果天主不认识我们，那这个会是真的。但是天主是比我们更认识自己，天主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美善。而且他不是说他自己首先这样做，他自己不单止背上十字架，他是真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所谓背着十字架，只不过相比于他即是参与他的痛苦，是微不足道，是微不足道。所以他叫我们放低我们，是跟随他的。其实他已经立刻将所有我们摆低的，抽出最好的，再给回我们。但是他说你的方向不要为自己而活，不要为世界的财富而活，不要为短暂的人生而活，因为这件事对我们不好，是伤害我们，是扭曲我们，是贬低我们。天主创造我们是为永恒的，而真正在世最美的事是至永恒的事。所以说你放你的目光远一点，为短暂的事不要留恋，反而为永恒的事仲要愿意牺牲。短暂嘅嘢会令到我哋好容易会好嬲啦，好哀伤啦，好恐惧啦，好自保啦，好容易会保护自己起围墙啦，会做出一啲唔帮助人哋会悔过嘅机会啦。但系永恒嘅角度就系睇。如果我们的渴求是想永远所有灵魂都得救，是要救灵的，眼前所见到的东西我们会看深很多，表面的东西为我们说不是那么大，不是那么重要。今天我们看公义有时看得很表面，今天我们看、痛苦我们看得很表面，今天我们看、世界的撕裂可能会看得很表面，但更深一层个故事其实咁多千年嚟都冇变到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更需要救主，我哋更需要福音，我哋更需要有人系活生生地见证耶稣讲嘅系活到嘅，系真实嘅，系今天临在喺我哋当中嘅，彼此相爱系有可能嘅，天主嘅宽恕系真实嘅，喺我哋每个人身上，佢已经准备好等紧我哋。所以今天将我哋
用我哋敬礼耶稣圣心嘅时候，亦都同佢嘅心一齐心连心，为今天嘅痛苦同耶稣一齐去哀伤，人嘅灵魂嘅反叛，一齐去哀伤，但系亦都与此同时一齐去望实阿爸父，勇敢咁样去拥抱我哋必须要承受、逃避唔到嘅痛苦、不方便，被人嘅误解，种种嘅磨难。能够平安，能够安乐于天主，咁样去拥抱，将佢作为一个馨香嘅奉献。跟住我哋将我哋要承受嘅，我哋奉献俾你。我哋能够做到嘅，俾力量我哋，勇敢去，好让我哋能够以平安喜乐，陪伴主耶稣咧去见证福音，令更多嘅人咧喺你身上经历到福音嘅真实，阿爸父嘅爱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祈祷，我们为所有最远离天主的灵魂，在黑暗中、在折磨中、在邪恶中、在种种的愤怒、不义之中，甚至恼恨天主教会、真理、福音的弟兄姊妹，在死亡的阴影下被束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献上这些台尼撒，祈求天主去辅助他们、拯救他们，斩断他们种种的束缚，带领他们去认识主的恩宠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炼狱的灵魂，特别是最少人为他们祈祷的灵魂，特别是那些最需要、最需要我们献上保赎的灵魂，愿天主今天释放他们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所有从事于见证天主福音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能仿效耶稣的圣心，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参与耶稣那份的渴求，为救灵保持我们的坚忍，我们的宣讲能够温和但有力，去见证真理，不要让愤怒、用害怕令到我们跌倒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我们为在疫症下受苦的弟兄姊妹，特别在最贫困的地方、医疗设施不足够的地方、不够病床的地方、很多人每一日死亡的地方，我们为病床上所有的病人祈祷，求主去治疗他们、陪伴他们。我们为临终的弟兄姊妹祈祷，求主去引领他们去悔过、去医治基督。我们为昨天死去的弟兄姊妹，愿天主洁净他们，带领他们去到天国。为前线的服务人员，保护他们心灵上、物资上，也都赐他们爱心关怀，将天主的临在去施予给有病的人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整个教会的见证，我们 每个地方、每个堂区、每个团体，真实地学习，日复一日去增进于彼此相爱、互相宽恕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仁慈的天父，求你教导我们、软化我们、灼热我们的心，去仿效耶稣的圣心。以上所求是靠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为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
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上主万有的主，我们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留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上主，藉着你圣子对人类的无限慈爱，求你悦纳我们献上的礼品，愿这圣祭补赎我们的罪过，并帮助我们圣行你的旨意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请举心向上，请颂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藉着我们的主基督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爱人至深，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作了牺牲，又从他被刺开的肋旁倾流了血和水，为教会开启了圣事恩宠的泉源，并邀请众人投奔他仁慈的圣心，欢欣地吸取救恩的活水。为此，我们随同诸位天使及所有圣人一起赞美你，不停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迹，记得我们全部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。神主，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，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，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、他的正配圣约瑟、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，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
一切崇敬，和荣耀归于你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及与你同体的圣神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。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普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中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，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领主荣，主说：谁若喝到我这里来，喝吧，凡信从我的请喝吧，因为从我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神领圣体经，我的耶稣，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，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
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愿我们所领受的仁爱圣事燃起我们常爱主爱人的热火，使我们被你圣子的慈爱所吸引，常能在我们的兄弟姊妹身上认出他，侍奉他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日咧，同各位兄弟姊妹讲过咧，神父咧就会嚟紧咧会放假嘅。咁咧就系、我嚟紧两日咧都会有弥撒登嘅。咁啊，过咗呢个礼拜日之后咧，神父就会放十日假期啊。咁咧就会由呢、这个十号咧，一直至到19号咧，都唔会登弥撒啦。因为神父会出咗埠。咁咧就下一次，所以即系完咗呢个礼拜，跟住两日都有弥撒啦，跟住咧就会再到8月20号咧，正会再有弥撒登啦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向圣尼亚尔总领天使祷文。圣尼亚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，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。我们谦卑地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。上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，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，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献上这个慈悲串经，为疫症的结束，为疫症下受苦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今天临终的弟兄姊妹，还有过往一天离世的弟兄姊妹，愿天主洁净和收纳这个每一个的灵魂，进入去他的永福之中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和他的唯一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印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在搬着比拉多时蒙难，他被钉十字架，死而埋葬，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，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圣义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恶的赦免，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，阿们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以赔补我们不好意思啊，以赔补我们和整个世界的罪过，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保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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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
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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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、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至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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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
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